主了，伊家己独身，家己个独生子，是所有信伊个人不敌送吼，反而会当得到永生，因为天主派遣囝到世界上来，毋是为天世间人，而是欲使世间人借着伊来得到永生。信伊个未必会罪，无信个罪一定定落。因为伊无相信天主和天主的圣言，伊相信天主的圣言。
所以讲，咱比较方便，讲咱应该在做伊的这个政策。那其他的啊，不光啊道路来加出来，那其他的这种啊教会是啊一个新的，伊的变化应该是正常的。所以讲，传道是干那讲辛苦，还是讲各位的兄弟啊，各位啊，应该所回到有帮助结婚的这个。因为教会是一个团体，教会是一个那种身体状况，像我那种讨厌这个身体做医护师，他讲真强。你讲身体，咱一个人身体不是讲讲头的作用，还是讲手的作用？应该的，平常来讲，规身躯拢是。所以你当讲啊，哎，这规个这身体健康来讲，哎，这其他物件，我们讲啊，这个人。见到我有亲戚啊，你眼睛方应该是一体，他是有一个什么体，有一个伊的体体啊，失掉这个啊伊的作用，他讲这个身体会拢变质。所以讲，先互咱知影讲，今仔日为什么哦，大公会议哦，特别提升个教育，伊也变成这个方面，就是讲这个所在。咱教育不单讲啊，咱讲到这个诶，这个跑啊、手啊，这些啊。咱做一个体检啊，然后慢慢慢慢，但这个也无相关。第二个内容就是，拢总所有的闽南话讲，诶，闽南语来讲，当然不容易。所以讲，咱后来教育在当时，因安怎样，画起一个这个发展规划，因加在这个所在，一连一个教育的所在，咱来做。咱今仔日，咱讲水就可以了。咱有时就感觉就讲哦，迄个所在已经有几个教育啊，有咧少规模，咱感觉就讲啊，咱要做面子，感觉就讲是困难。但是当时咧，咱连一个教育就一开始一个所在来做这方面的工作，无单已经危机啊，就是讲咱啊，肯定流通不是无够。所以讲咱应该学习的这个精神啊，对教育，然后咱政府也去啊，教育团队啊来。当然，这个圣诞，虽然讲已经烧两三摆，但是这个所在这个圣诞啊，现在咱所在这个变现的变现是办，就是不牢固。而且呢，咱现在这个所在很难办。这个圣诞也足够啊，我们的圣诞。那刚才说，天主圣诞是咱人类所有的努力的东西。来，你讲讲。啊，巴苏进来就完成啊，了解能办得出信心，啊，把它独立了。啊，但是你按天主信心是上好个，无但是咱人的这个地位也无法度同台。啊，前面我听讲真侪个，听真侪这个故事嘛，这就是讲信二十节当中时，咱在讲信二十节写天主关于天主信心的这个内涵，我们写东西。他们到底还是有人感谢不必，但是，但是那叫我们上就是那个过程就是讲，不是你在这新闻做新闻的代志啊，到底还比你还，看到这边那边好些，好，你还比我做他，你还比我做，所以你怎么好比的？讲，那你现在用的时间是什么时间？讲我不行，讲别行，讲讲对。以圣二十天甲圣托马斯写这个诶天主圣三昧诶理论，写得已经过去了。伊则讲，我所写诶关于天主圣三昧代志，连这个皮都了不起，就是讲伊所有的那个要得无用的科，人家先讲到这个天主圣三昧理论。再讲咱知影天主圣三是恶妙代志，天主诶无害恶妙就是伊，咱人无法度。但是咱在讲卫生性的当中，我想天主算是爱心的。
所以讲，天主把启示给咱，有这个无主现行，咱才知讲天主圣神来来开。但是这个不是讲了解天主圣神，但是咱是讲知影讲天主圣神是无主现行，是一个天主，唯一的天主，但是有三位。这是咱的道理嘛？他那个风干，咱就往到风干方向，但是咱会知影咱爱过去呢。天主是唯一的天主，三位。啊，所以讲三位一体，不是讲像咱想的讲，啊，想着讲一个什么物件讲，哦，这边叫做天主圣母，那边叫做圣主，那边叫做圣母。每一位就是包括这个，这个大家话。所以讲，后来知影讲天主的奥妙，但是呢，天主圣神本身在咱世间人，也不但讲伫即个创造天地内部，来跟咱人类啊犯罪啊，天主特别派遣一位圣神，咱人人犯出了天性来救出来，所以咱讲是到底咱是神在何方的所在，就是天主爱咱所表现的强大。天主圣主降世，但是救赎以后，我再讲派一片天主圣神是上个保护到位，会当讲行这个人生的道路，咱会当了解啊天主的这个道理。啊，这就是天主圣神对咱人生的保护，代表着这个天主加点啊。所以说要求我们也是同款，咱不应该光言赞颂天主的圣名。就变成咱就是应该爱为天主做啥物，就是将伊的这个主爱、伊的爱，会当讲啊，花无之地，无所谓人会当怎样，无所谓人会当得到这个机会接受天主的这个爱，这就是咱做回归的这个标准。所以讲，咱到这个所在做啊，主播的天主圣神，就是圣神。但讲，我咱一个啊上大的启示，都予咱一个真好个一个鼓励。因为这是咱讲咱个道理，是咱信个一个东西，咱个信个这是个所有一切。所以讲，今仔日遮咱特别来感谢佛陀天主，就是予咱遐尼大恩典，咱知影讲啊，今仔日咱在当领受啊。的信息，我们当讲真正做有道理，也经历天主圣神的名，同时也是同款用天主圣神的名来认识。所以，咱经历天主圣神，咱就得到啊做有道理的帮助。哎，咱讲今仔日咱所接受的很多恩典，咱就安怎样啊感谢佛陀天主。而且，咱讲尽咱一切，尽咱所有一切。但我不过来完全发挥天主，就要尽咱每一个人的责任。所以今仔日在咱庆祝老人的圣诞节，那么以往就从咱这开始，这个所在真正作为发扬这信仰的所在，真正作为互咱敬拜天主的方言，互咱敬拜。这个天主的这个形象的时候，这边为起咱多谢因的努力，咱现在无论辛苦，或是咱人做生意，或者是到一块聚会，或是咱帮忙的所有的无论很多很多一切朋友，咱这边感谢因的努力，这边咱鼓励，咱真正讲对这个所在，咱。咱即摆跑步即一摆，还是咱个感受。啊，伊讲啊，无偌久，咱个经验跑步成就高，一定是。所以咱感谢成就啊，感谢好物件啊，到成就了。啊，今日特别伫这里聚会，啊，感谢啊，好照顾我们等等来，啊，今日啊，加啊，跟咱感谢啊，无论成就的朋友，啊，好物件，啊，加一些爱。天主教，我们这边有天主教，我们这个分享。